原标题：貔貅有什么寓意？貔貅是什么东西？家家都希望供奉貔貅，因为他们相信貔貅能帮助他们改换门庭，家业旺盛。貔貅能让他们的家运、财运变得更加的好。对一贫如洗或者长期贫困的人来说，貔貅就是守护他们的天神。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貔貅有什么寓意。貔貅是什么东西？将已开光的吉兆堂貔貅安放在家中，可令家运转好，好运加强，赶走邪气，有镇宅之功效，成为家中的守护神，保阖家平安。中国古代风水学者认为，貔貅是转祸为祥的吉瑞之兽。貔貅曾为古代两种氏族的图腾，可以说是有勇有谋的瑞兽，并且护主心特别强。貔貅可以说是黑马新贵，拥有比钻石更加吸引人的特技，毕竟能招财不是。而且貔貅不只是中国人信奉，全世界的人对这种招财神兽都很喜欢。想要了解貔貅，那么你就从貔貅的传说开始吧。但是在此之前，你还是先给自己奉请开光貔貅佩戴吧。貔貅有什么寓意？貔貅能带来欢乐和好运，还能护佑平安。每一个开光的吉兆堂貔貅都是经过正宗的开光的，并且貔貅不是说寓意好，能量还非常大。所有的貔貅都是在千年古寺开光的，灵气足，招财好，所以貔貅是一定要在吉兆堂奉请的。吉兆堂的所有貔貅都是经过广大园主的检验的，一直拥有比较好的口碑，并且非常的适合老弱病残佩戴。其实仔细说来，貔貅也是风水中的上品。近几年来，貔貅一直受市场青睐，它不仅能招财，有的时候还身怀绝技，一直都是比较好的风水法物。貔貅是什么东西？貔貅别称辟邪、天禄，是中国古书记载和汉族民间神话传说的一种凶猛的瑞兽。貔貅有腿无刚，能吞万物而不泄，只进不出，神通特异，故有招财进宝、吸了四方之财的寓意，同时也有赶走邪气、带来好运的作用，为古代五大瑞兽之一，称为招财神兽。如果你想要奉请一个这样的招财神兽，那么你是可以在吉兆堂奉请的。吉兆堂所有的招财神兽貔貅都是经过正规的寺庙开光的。本篇文章系开光貔貅领导者吉兆堂原创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